历经百年沧桑，风雨兼程，雄姿不减分毫。渤海之滨，白河之津，巍巍南开，月异日新。南开大学坐落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城市之一的天津市，它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型大学，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，是一所被习总书记回信勉励、多次称赞、寄予标杆厚望的历史名校。南开大学由研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，肇始于1904年，成立于1919年。1937年，因师生激烈抗日，南开校园及湖北夷为平地。此后，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，被誉为学府北辰，百年树人，坐育英才，籍籍青青，繁星照进。从南开大学走出了一批批文化大家、科研巨擘、商业精英，发黄我前途无垠，百年风华日更近。在长期办学过程中，形成了文理并重、基础宽厚、突出应用与创新的办学特色。经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支持，学校发展成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。2017年9月，入选国家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，且为36所 A 类高校之一。名师荟萃，精英集群。南开大学拥有一支功能兼备、业务精湛、奋发有为、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。多年来，在陈省身等大师的垂范下，南开大学的名师大家上讲台已蔚然成风，教授坚持给本科生授课，受到各界好评。以德为先，能力为重，全面发展，勇于创新，秉承功能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，促进知行合一。南开大学努力在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、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。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，因材施教，特色培养，面向全体本科生开展学生申请、学院审核的二次选拔，多元培育，立足全球化，开展国际教育合作，与全球500多所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，积极培养面向现代化、面向未来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才。南开大学历来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结合，鼓励学生要有坚强之体魄、健全之精神。学校大力推进文化建设，为青年学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了丰富高雅、活泼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，学生活动丰富多彩，各类社团协会蓬勃发展。听马蹄湖畔琴弦律动，歌声悠扬；看思源堂前莘莘学子，求职匆匆。这里有良师益友，真知灼见；这里有纯正的学风，广博的知识；这里有功能的精神，正直的人格。2019年1月17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说道，当年开办南开大学，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。我们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，为之而奋斗。在这片周恩来学长学习过的地方，在这片被几代领导人寄予国家复兴厚望的土地上，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等你来书写。百年南开就在这里，期待与你一起谱写新的篇章。